这部电影我是改编张妙如的侦探小说《活路》，我们也用他的这个小说的名字当作片名。当初会选择这个当作我的第一部起步，是跟我两位恩师有关。我一位恩师是一位华裔导演，叫王正芳Peter Wong， 也是我干爹。另外一个恩师叫做王童，王导演。当初我想要回到台湾来做我第一部电影的时候，王正芳就提醒我说，张氏，你要编写剧本，你跟编剧的这个落差观念可能会很大，因为你第一次当导演，所以你不如学姜文，因为姜文每一部电影他都是有一本小说做基底。于是乎我就开始在寻觅适合的小说，然后呢，我就在人家的介绍还有网络上看到《活路》这本小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，而且它非常的有趣跟通俗。于是乎我就跟张妙如联络，得到他的支持，我就改编了这个剧本，然后我就给了王童导演看，他马上就定调说这个电影在这个剧本在台湾是比较少见 的，就定调为推理爱情喜剧。是，于是乎我就开始了漫长筹备以及拍摄的工作，然后现在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但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棒，在筹备期间就得到我们影坛这么多前辈的资深前辈的支持跟肯定，那相信大家到时候进戏院绝对可以看到一个很棒的电影。